直播达11月20日是 NBA 常规赛，雷霆今日客场挑战国王。本场比赛威少复出并且没有出场时间限制。比赛开始，国王利用主场优势率先进入状态，打出 10-0 完美开局。此后雷霆虽然迫近比分，但国王始终牢牢把握住领先优势。次节中段，雷霆再次尝试追分，但国王利用连续三分再次稳定住局面。半场回来，乔治找回手感，连续命中，雷霆利用一波得分高潮成功追上比分。此后两队陷入拉锯，末节开局国王打出小高潮，但随后雷霆及时回应。本节末段，国王再次利用一波小高潮拉开比分，最终国王主场117-113险胜雷霆，终结对手的三连胜。双方数据，雷霆10-6，乔治27分9篮板3助攻，格兰特8分1篮板，亚当斯11分15篮板1助攻1段1帽，威斯布鲁克29分13篮板7助攻3段，迪亚洛18分1篮板1助攻2段，贝尔顿3分2篮板1助攻，施罗德6分5篮板，路朗乌11分5篮板2助攻，国王 9-8 别利塔12分8篮板，考利斯坦9分14篮板5助攻，福克斯6分3篮板13助攻，香波特23分3篮板，希尔德25分4篮板2助攻，巴格利15分13篮板2助攻3帽，贾尔斯4分5篮板1助攻1段，博格达诺维奇16分5篮板3助攻。首节上来，国王利用主场优势率先进入状态，香波特别利查相继命中三分，考利斯坦补篮得手，国王打出 10-0 完美开局。威少后场一条龙打成2+1，希尔德命中中投，乔治飙中三分，香波特打成2+1，博格达诺维奇三分得手。随后威少里突外头连拿七分，路朗乌上篮命中，乔治再次命中三分，雷霆迫近比分，考利斯坦暴扣得手，贾尔斯拉下两分，博格达诺维奇命中压哨球后，国王稳住局面。首节结束，国王37-24领先雷霆。次节开局，梅森率先拿下两分，贝尔顿远投回应，贾尔斯同样命中三分，迪亚洛远投命中后又抢断快攻得手，连续五分，威少打成2+1，雷霆迫近比分。但随后香波特和希尔德连中三记三分，再次将比分拉开，迪亚洛再次抢断得分，施罗德命中两分，希尔德和香波特连续命中做出回应，乔治造成犯规两罚全中，希尔德上篮得手，香波特同样命中两分，亚当斯扣篮得手，福克斯两罚中一，迪亚洛命中压哨上篮。半场战罢，国王69-56领先雷霆。一边在战，迪亚洛利用罚球率先取分，乔治命中两分，别利查上篮命中，亚当斯篮下补篮得手，乔治再次中距离投篮得分，威少跳投命中后，雷霆打出一波10-2开局将分差缩小，香波特命中三分强势回应，考利斯坦上篮造成威少犯规，场上出现冲突，亚当斯和考利斯坦各吃一个技术犯规，冲突过后迪亚洛上篮得手，乔治命中三分，威少上篮得手，亚当斯篮下取分，雷霆利用一波小高潮将比分追平。此后两队陷入拉锯战，博格达诺维奇远投命中，施罗德连得四分。三节结束，雷霆85-84反超国王。末节上来，贾斯汀杰克逊率先命中三分，巴格利篮下砸扣得手，随后又接贾斯汀杰克逊的传球上篮得手，国王打出 7-0 开局。施罗德利用跳投终于为雷霆得分，路朗乌篮下打进并造成犯规，威少干拔命中后，比分再次打平，博格达诺维奇三分命中，巴格利双手暴扣，乔治打板得分，巴格利再次篮下取分，威少三分空进，希尔德远投回敬，
格拉克抛投得手后，希尔德再次连中两记三分，威少三分强势回应，巴格利篮下吃饼得手，国王逐渐将温差拉大，威少、乔治连续命中三分但未能逆转比分，最终国王主场117-113险胜雷霆，终结对手三连胜。双方首发雷霆威斯布鲁克、迪亚洛、乔治、格兰特、亚当斯、国王、福克斯、希尔德、香波特、别利查、斯坦、